从鱼变鹿，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？像浆糊慢慢的撕出鱼肚。一块客家炸肉，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？再少少调味料耶，咩都唔使放噶啦。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，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？包住嚟食，下火轻热。未来娱乐台全新一季《老广的味道》。